喜欢的剧组。导演编剧。各位导演徐汉强，喜欢编剧拉拉，还有我老婆孙永康，还有黄帝啊，对，一个喜欢的喜欢的拉拉。汉强。汉强儿子。喜欢喜欢。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爸的清单，他说要，对，他要准备一份几个每个月要注意什么事项，然后交给冠廷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有啦，就是会变得比较敏感，这样，就有人靠近他的话，就会稍微注意一下，或者他的饮食啊，或什么，对吧？比如说刚刚大家都说都是他的感言，让我让小豆一直哭，我就其实有点不爽。就是前天有聊啦。就觉得我是不知道扣十趴还扣二十趴，但是至少两个月的房租没问题。对，两个月已经要把那么 detail 讲出来嘛，这样觉得自己很好像很惨。要回现实，不要哭。对啊，今天就是当天现在灰姑娘，对不对？过十二点，过十二点，十二点二十了，我要还衣服了，我要还衣服了。有啊有。哦，那时候公布得奖的时候不是我。然后就是李成斌走上来的过程，小六转头跟我讲说：“你在我心中是最棒的。”开心。然后你就学我。对，我就学他，问他了。对，他就讲了一模一样的话。对，我说你也是最棒的。好棒。但是我也这样子跟陈宇讲。我也这样跟乔乔讲。Bye.